有没有发现大度的男人女人特别喜欢？有没有发现大度的男人女人特别喜欢？他会有一种自动性，懂得去保护人，而且他会很细心的对待他爱的人。如果有一天他和情侣或者是老婆吵架，意见不合，他会道歉先，然后温和的去解释两人的问题，一起去解决。他不会跟爱的人太过计较，反而会礼让，因为礼让对他来说是一种收获，可以得到一段更好的感情。如果在工作上遇到这种大度的男人，更不会欺负女人，不是因为他到处留情，而这是他大度的本性。这种男人更加不会看不起人，不会嘴巴臭，更不会欺骗利益。很多女人可能会说这种男人已经很少了，但是我认为人是可以改变的。当如果你的身边有人肯为你而改变的话，好好珍惜哦。